Hello，大家好，我是白丁啊。今天讲的会是那个最后一节的那个 Rhino 的视频，因为我觉得今天讲完这两个工具，如果讲完以后，你们以后建模的时候去就会想，就每一次建模的时候嘛，对吧？就会去想说啊，我这个模型一开始怎么建，对吧？建的某一个部分用什么工具？我觉得这个方法论已经交给你们了，因为后面是说你们还是要看什么样的视频，你们就下面留言给我啊，我就那个再给你们补视频啊。过年的话，我自己也很懒的，玩了一段时间，对吧？堕落一段时间啊，然后呢，所以就视频没怎么更新啊，所以呢就这样子。那今天我们就开始吧。首先今天讲的功能是这样子，两个，一个是放样，另外一个就是说双轨路径的一个放样，就是说今天讲的主要就是放样，就是说怎么样通过一个曲率控制去生成一个就是抽象的曲面或者不规则曲面。那首先先讲第一个，第一个是这样子，那首先我们这样子建个点，对吧？Top View 上面一个点，就反正零零点嘛，说白了就是，然后再下来，一样。画个圈在中间，对吧？然后再这样，Ctrl C、Ctrl V，然后拉上去。对，那从 Perspective 这个 view 我们就能看到上边一个点，下面一个点，对吧？那我们这时候点一下一个这个一个 Loft，就是那个放样的那个功能。点一下以后，放样我之前有说，以前有说过嘛，对吧？就是说，反正圆形。我记得我当时做是一个圆形，一个方形，反正拉过去，它就自动给你生成嘛。对，然后今天想讲的主要是一个东西，对，点，它就说有时候你们做一些，比如说是一些什么，奇形怪状曲面，对吧？可以通，就是说，但是你们又不想说有一个起始，就是说你们想有一个起始点，对吧？就是一个怎么讲？就是说一个像，就是什么都没有到什么都有的这样子一个点嘛，反正就是一个完全空白的一个起始点。那这个方法，今天这个方法绝对很适合你们用的，而且很多很复杂，这个经常很多很复杂曲面其实都能用得上。那这时候，比如说我这样子对 loft 的话，反正就是一个顺序选的一个，对，你看到其实基本上都能自动生成。就是这样子一个效果。那这个就是一个纵向的，对吧？那今天想讲的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就是说一个横向的。那横向是怎么样呢？就是这样子，横向对，然后这样子，我画了一个椭圆形，对吧？椭圆形以后，对，cot，我这里我再定两个点。然后这时候这个有一个地方是比较搞笑的，就是这里，选一下这个，就是第二个，就是说通过左右两个点，就是说我只要它最大的外围直径，而不需要就最大外围，而不需要那个，对，最大外围直径来定它两个点。高度的话，反正你们自己看吧，一样。然后我在右键，我选了一个，就是说右键重复刚刚上面那个功能，然后我一样，对吧？这个刚刚做的，我先把它那个删掉了。好，那一个再下来就这样子，然后现在那我们这有两个圈，对吧？然后呢，再下来这样子镜像一下，对，把它那个复制过去，然后再把这三个一起选上，然后剪开，用中间这个剪一下，剪掉。对，然后这里我觉得应该你们都是能跟得上的，如果有一定练习的话。再下来啊，然后对，用这两个点，对。剪掉啊，你看到左右分两半，对吧？我操作比较快，你们反正先选那个被剪的物体，再选两个点，再然后再右键，基本上就 OK 了。反正记得心里的那个就右键非常重要。然后这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就是说，比如说我现在想弄一个，就那个铺面，就对吧？一个有点铺的那个面，那我们就这样子选双轨路径，对，这次用双轨路径。然后我们这次怎么样呢？我们这次选的话，反正双轨路径右键线，然后我们选左右两个。然后左右两个，对，两个路轨我们选了，对吧？就其实这个我们选的是它的一个圆周，对吧？就一个周围。那这时候点这个 prompt，对，其实很多工具都会有这样子一个，就是说你可以当做一个另类的一个功能。好，然后再选这三根线，然后再选 prompt 结束点。对，哎，你看到，对，它就会按着我刚刚弄的那三个曲率来走，你现在就能看到了。我换成 render，你们一看，对。就会看，那这个是我设的另外一个，对，然后这里就是我最高的那个，这
意味着什么？对，只要你多设定几个的话，只要中间这里这个曲率是完全你变化的。当然，这个地方有一个规律是不能违背，就是这个90度角啊。我现在把90度角给去掉，给你们看看会是怎么样的效果。当然，中间我你看我这里设了三根线，对吧？其实可以一根也可以的，一根也没有问题，也是可以的，完全可以设定的。然后一样，不要违背一个规律，就是说你不想两边一接的时候，你看，对，然后我再做一遍啊 ，point 一二三，然后再 point， 然后这里对吧？你看一样可以生成，但是问题在于哪？对，就是在下面这个地方，一镜像的时候，对，你就看到了，其实它就没办法，就是说一个完整的一个comprehender 这个面对。这里的话就会尖掉了，就不会像那个我前面弄那个曲线，我可以先再还原一遍过去。那你看，这时候哎，对，这个刚刚弄的是这个，这个的话它就可以是说我们接的时候，对吧？刚刚那个其实不把线隐藏，其实里面也确定是说对，你看这时候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对，90度角。那这个就有个差别，当然你可以只设定是一根线，对吧？你可以只设定就是说这里我只有线一根，可不可以做？可以，完全没有问题。就反正就是说，我下面这个是不是一个下面这个就是说是不是一定要圆形？不一定，反正就是说偏圆的一个形就可以了。但方形它是做不出来的，因为它是通过两个点，然后定了一个起点和终点，然后从没有放到有啊。然后你看这样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铺面就出来，其实很多的那个蛋形的铺面就这么去画的。然后就这个基本上就是说你画很多局部曲面的话都可以用得上，只要你保证前面这个是圆的，后面这个端也是圆的，中间那外围这两根没有任何方的线，方角就倒角，那基本上都能画出来。但上面这个就这个横向的，对吧？横向的它没有什么限制，你可以它是方的，也没有问题，这样子。好，那一个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两个方样的功能，也是就两种方样的方式，一个纵向的，一个什么，一个纵向的，一个是那个横向的。像第一个方样，你可以画一个小笼包也没有问题，就小笼包那种中间那个圆圈，对吧？中间一个圆圈，然后下面再画一个就多边围的形嘛。我顺便画一下吧，反正就是也没差这点时间，因为那一个顺便讲讲点题外话也没什么大问题，反正先这样子啊，一样。我就大概画吧，你们就我就大概画一下，然后你们大概就能懂就 OK 了。是这样子，反正就是说今天反正就最后一节嘛。不知道你们还有没有东西说要继续再讲的或怎么的。没有的话我暂时就不会再更新那个新流的视频了。好，那个那你看现在这样子，这个我画出来对吧？然后呢一样，我们只要留外围的，其实你们现在应该知道我想要什么，就是对，我只要它那个外围的那个像太阳的那个，是太阳吗？对，就这个外围，其他就不要了。然后就这样子，OK。然后我什么时候说话能少一点，然后少一点对吧？好，那个这样子 ，OK。好，然后现在看到对一个花朵太阳蛋的形状对吧？然后呢其实应该正常的话要慢慢修饰，怎么说修色的，修饰的啊。那但是现在时间原因我就不给你们一一讲述了啊，反正就是用最快的方法来做，我就这样子，可以这样子，就小笼包的一个形状，就是说好，那一个反正就是这样，我再拉高一点这样子，反正就对，我就把那个放样，然后一二三四，然后你看到，对，当然你可以，你上面这个尖它要不要都可以了，但是你可以自己调的，然后这个曲面不够对吧？你再多拉几个，然后把那一个，怎么讲，就多拉几个就 OK 了，这个基本上就没什么大问题的啊。那个形状，然后曲率那边都可以调的，反正就是大概就这样子。好，那一个今天就是最后的一节课了。好，那一个有什么问题，下面留言给我。对，好，谢谢大家。